你都戴了一个口罩好不好？没有关。看，都是学院老师的人，这次居然有这么多的男生，猛男给力。神仙颜值柯老师啊，柯老师在我的镜头里好帅。对对，我是说上面有点苦，上面有一点点苦，收点上面就好，下面瘪都无所谓了。你可以不要拍我吗？我不想入镜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如果还可以的话，我可以入镜。这是有要求的，有包袱的。我可以模仿你的字迹，要不我帮你抄。啊，我的冰冰入镜。哎，挺好的，这个就挺好的，但是后面摇头还是不太行啊，摇头还是不太行。好，好，宠溺。对对，宠溺。告诉他我有没有谈过恋爱？你有没有谈过恋爱？啊，不是。拍完再问这种问题好不好？拍完再问，来，三、二、走。要不我帮你抄吧。要不我帮你抄吧。哎，对，再来吃。再去买些红豆。买。还可以。渣男。就是。你也太敷衍了。是吧？他说。没有啊，我真的就是他发的最新的，就是发的最新的。就是他的。搞什么用的防偷窥屏吧？就是让我查到了最新的。啊，那为什么我感觉我看了一？不就是吗？后面有个就是一个你呀、啊，就是我忽然跌落，不知道在哪里跌落。走，嘿，哇，这个背后的影好好看。是吧？嗯，你俩不是在对台词吗？好好看啊，这个好看。为什么我的相机就没有你出的那么那什么？来，准备啊，三、二、走。放你出来陪我玩，你是不乐意啊？我哪敢呀，苏大小姐，说去哪就去哪。嗯，那我们先去戏院子里看戏。好。然后再去天府里买新衣裳。你不要往后退，后面有个拍到那个录像。小心。准备，三、二、走。三、二、走。练不自然，玩的自然点，连贯点，边走边晃，连贯点啊！举起来，举起来，举起来，你还得走啊！嗯。三，老师开放点。那你就这么报答我呀？不不不，你别忘了。看一点吧，一直按着是吧？还得站着。你要把这个先收一下，看一下吗？哦，是吗？被恶心坏了。这谁被恶心坏了？就是。老师，就那种小朋友受到委屈的感觉，就不是那种，就是有点丧失信心的，不是委屈了吧？来，好的，对不起，您抽牌。多亏了你前几年对我的照顾。那你就这么报答我的？来来来，你老婆的剧照放那里，放那里，放举起来。好，来准备啊，等会就举这里啊，三、二。走，那明天提亲，你把它带着，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
我这是遮雨还是遮光、啊？遮他的光，他的脸太白了，遮他的光。嗯、来，然后杨，你到这边来，杨。认真玩手机。太近了，我怀疑那场是雪糕。哇，下暴雨了，下暴雨了，下雨了呢！啊，真的下雨了！下雨！恐怖片呢？就拿着，拿着，拿起来，可以的。柯老师很喜欢，柯老师很喜欢这股大枪。开了发到他的那个群里去。这个太阳太刺眼了。啊，走。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，你再往下一点点啊，再下一点，因为我不好挪，你往下走两步。好，哎，三，二，走。你喜欢，你再常来就好啊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再宠溺一点。老师，能不能再往这边走点，靠得近一点，好吧？对，靠得近一点，走。为什么要在这边院子里种满花草？那边我要种芍药，还有那边我要种几棵海棠。你看我这为什么要在这边院子里种满花草？没有做到了吗？没有，总共来这一套。来一个。我怎么没按录呢？按录不见了。那是录到了。你录到了？对，录到了。啊！救命啊！你没拍到我的脸了，现在。你可以拍我的侧脸，但你要拍我正脸。人家抱着你那个，我奶奶那个都是，都是一些东西。都不是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自己。你这样说，你看不看不看？你看怎么可能一样呢？太奇怪了，好吗？你说这个我笑了。哦，你把我不要把我遮住了，遮了，先看看。你把它扯了吧。哦，好像那样子好看吗？不行，我觉得我现在是表情包，肯定拍的巨丑。我今天说我拍的蛮好，但这里好好看。问一下，所以呢，柯老师说出来的话怎么能有用呢？柯老师嘴里讲出来的话，哈哈，都是你的功劳。完了，老不灵了。不过他真的是很瞎耶，他哪怕他复明了我，他这样都认不出来吗？渣男不都很瞎吗？那我刚刚待会这样。对，柯老师在干什么？我在按油。小春疲惫。是的，早上那样光鲜亮丽，完全早上。
还可以啦，结束了，哎，随便录到了真的